你是刚打电话报案的吗？女子焦急，站在旅馆门口就等着警方上楼解救被拘禁的模特儿男友。防护人员推开房门，但里头根本没有任何人，女子瞬间慌了。哪一间房？你赶快告诉我，你不要惹我生气。模特儿男友完全没有回应。女子说，模特儿男友表示他被人带到西屯的一家旅馆殴打，被拘禁在六楼，要他拿40,000元来解救他。女子一心想救爱人，但又没钱，只能私下请警方帮忙。最后发现地址根本是错的。啊，你怎么知道他在六楼？跟我讲说地址。警方为求谨慎，来到附近的旅馆搜查，女子也出示跟模特儿男友的对话，警方瞬间三条线。他就说，你要把他带出场的话，你就是要诈骗的，那诈骗的哦，你是在哦。劝了半天，女子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拘禁殴打，自己陷入爱情的陷阱。幸好她身上没有40,000元，找了警方求助，才没有破财。九中部综合报道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100至1000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